啲花真系好靓啊！呢啲咁靓嘅系咩花嚟噶？呢啲咪就系紫薇咯。原来呢啲咁靓嘅紫红色花叫紫薇啊！睇真啲，佢同之前影嘅大花紫薇都好相似，都系顶身圆锥花缀，花瓣又系巢巢地，不过啲花就细好多。系啊，佢哋都系纤屈菜科紫薇属嘅植物。紫薇是落葉小喬木或灌木，花期大約在每年六月到九月，它原產地是亞洲，它的花除了紫紅色外，還有粉紅色和白色添加。佢嘅花期咁长，我哋未可以成日嚟影靓相。由于紫薇树枝优美，花色艳丽，所以系画作嘅题材。你睇下，画家笔下嘅紫薇几靓。师傅，你睇下紫薇嘅树皮光滑，佢嘅叶片呈椭圆形至长圆形。你嘅观察力都唔错喎，仲有佢嘅果实系呈圆形至椭圆形，成熟后会裂开四至六瓣。紫薇咁靓，师傅，今日我要影多啲相啊！边度仲有得睇咁靓嘅紫薇啊？除咗香港单车馆公园嘅中央草坪外，我知道屯门公园近儿童游乐场同青衣公园近餐厅嘅紫薇都开紧花。其实仲有好多地方都有得睇，只要我哋平时多啲留意周围嘅植物，都会见到佢哋嘅踪影噶。紫薇实在太靓啦！我部相机影到就嚟冇晒电啦，今日都影得差唔多啦，迟啲睇下有乜嘢其他花，我哋再去影啦。